原来现在红龙谷、王来甲金竹两个大厝，为着宣传，让大家做伙来到一只顶佚佗、食水果。一只顶农会特别举办一场创新营销展示会，在地出身的馆长林明进嘛特别前来到顶营销，强调一只顶的红龙谷、金竹伫热天时间看好食，欢迎乡亲多多前来采买。甲你来食西。八张社区阿公阿妈首先带来乡土味十足的音乐剧，差着现场气氛，展现一只顶长辈就亲像红龙谷同款的红果车子。馆长里面前有专工前来到推销，宣传一只顶的红龙谷跟金蕉往来是相当好食。啊，现在呢，这个红龙谷啊，经过啊这个研究啊，还有面膜啊，红龙谷的面膜啊，给大家来服用哦。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啊，不但是红龙果啊，还有香蕉、凤梨，都是啊南投县的好的水果哦。我们希望啊大家多多到南投来旅游，多买南投的水果啊去吃，一定会保证你身体的健康。这只顶即马当是红龙果金蕉顶东山大出的时节，为了邀请大家来到山地采买，这只顶东会特别选在一只火车站，举办名为“龙凤顶上”的创新营销电视活动，并强调这只在夏天生产的金蕉、山蕉相对平地所产是更加好食。今天吼，是阮一只顶东会吼，举办着这个一年一度吼，这个红龙甲金蕉吼，顶所有的农产品安尼吼，嘛身为咱这个国界吼，地方的帮忙安尼吼，今天是游客真正是，我伫火车头遮哩办啊吼，会使讲啊，对阮的农产品的促销哦，真正好，欢迎啊吼，嘛会使讲啊，响应很热烈啊呢，欢迎咱乡亲吼，会当来直接来享用着阮的红龙果，甲阮直接哦，日本时代甲即摆吼，这天龙里下这个山蕉。对啊，现在平地种的香蕉跟那个跟南投山区种的香蕉那个品质不一样，因为在山区的日夜温差大，所以说我们香蕉。一般香蕉种植，那个在平地种植大概10个月到13个月，在我们山蕉的部分，我们必须要种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，所以说香蕉种越久，它的糖化现象会更高，所以说我们的香蕉会更甜，会更香，更糯。这只顶的红龙果生产面积真大，在农民自我要求的田间管理之下，品质相当优良。加上金蕉、王来、芭乐，是民众在夏天食水果的好选择。欢迎民众来这只顶采买。记者金山昌报道。